的 Jetan 应该选择一个过牌。好，我们的 Peter Jetan 有一个双头顺的机会，那我们的 Viking 样只是集中了一个顶对。那 Peter Jetan 这边要选择下注或选择过牌，都是一个不错的决定啊，因为这边下注可以试着把对手的一些比他大的 High 卡打开。那是我会比较倾向于下注，因为我九 High 是一些比较没有摊牌价值的牌，我觉得这像这种买这种顺，下注可能会稍微好一点。那当然，我们这边 Viking 样中的顶对是不会盖牌的。我们 Peter Jetan 也是在番后打得非常有逻辑。好，马上击中了葫芦。那现在我们的 Peter Jetan 是 drawing dead。他也不会再偷了，因为他也知道对手的跟注范围里面有大量的击中，那八和十偷不掉了。哦，好大的一个牌面。那我们 Viking 样这边应该会选择下一个可能60万、70万左右价值下注。哦，下的很小、哦，下一个32万。球跟住，实在是跟不动啊，就是跟一个 chop 而已啊。我们的 Peter 真的是不会在这里跟的，他会不会来 bluff 啊？那种很难得一见的、哦，他选择跟一个 chop， 啊，有一个十。不过实在是因为太便宜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我们的壮壮的 S King， 然后 Peter Jetan 有一个 Q 十红心，那现在抽场最少。好，我们脱离系统的一次就撞到牌了。哎呀，但还好看，对，46对53，没有被压脚都还好，没有被压脚都还好。输了一把，然后没 hold 住啊。Yeah, maybe you have less. No, you have more than me. You can't do it. You have more than me. I don't think so. How much do you have? I have less than 3. Yeah, so do I. So do I. Okay.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翻牌，是一个46对53的一个胜率。Conflict, right?Q 是红心，也是个在 CO 位一个不错 all in 的牌。哇，这边变领先了，70勾圈。这个 AK 感觉有点凉，如果没有开个 A 跟 K， 他就没什么，就。For me to win, right? 7-10. 太吓人了，这个翻牌。对啊，这个太强了、啊。这跟他买什么四头顺意思是一样的。哇，直接击中。就击中了。反过来 AK 要买，可是有一个黑桃啊，现在换到我们的黑桃加 AK 的击中，对，还有一个七的分钱。看 River， 哦 K 击中了， K, 又超回来，还是顶住了，还是顶住了。It's close. Come it up.About 2.965. How much?
好，我们的 Peter Jaden 获得我们这次比赛的第四名。Kelly told me I was not to shove Queen Ten, so I was gonna bust doing it. Now I do it. Cool to do that. It's pretty sick. 他也是难得的会去做一个圈十同色，但也是获得162万港币的奖励。这一手牌，我们的圈十对上了我们的十八同色。Joanda是有一个庄位。好，我们这庄庄的直接击中了一个顺子，直接击中了一个天顺啊！如果开一张七的话，我们 Viking Young 就会损失惨重。Viking Young 这里也有一个上下两头顺的买牌。哦，他选择直接下注了72万5千，他底池已经来得很大。那我们庄庄的有位置啊，那可能会选择一个平跟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在转牌的时候 all in。他确认一下自己底牌。哎，我有天顺，你有什么？啊，选择做了一个跟注。如果掉一张七就糗了，掉一张方片七就真的糗了，方片七两个要打光了一点。哦，变一个分钱了。哎呀，这手牌被分钱超车了。啊，我们的 Joaquin 也是比较好运啊，差一点点就要输一个很大的 pot。啊，直接选择 all in。那这边只输了一个 ace， 那 Viking Young 应该也是会跟的。还要想一想，在短牌面不是 nuts， 都要稍微想一想。还是选择跟住，啊，选择跟住啊，一个分池。好，是一个 trap 的底池。啊 ，let's trap it。should have brought a seven。You would have made a straight too. 好 ，Viking Young 这边，
嗯，他选择了一个埋伏啊，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加注。那迪波斯也选择过牌。我跟你讲，这边其实在中间位置，我觉得还是加注会不错啊。哇，我们的 John Jordan 又中了个天生顺的。哇，两次了，会不会被超车啊？<笑>这是他应该最主动跳出来的一个平跟底池。这次如果是被一个发一个 Jack 超车的话，那真的是 就比较惨了，他会不会真的是完完全全超掉了？那这边还是选择 AK， 应该是选择跟住啊。 因为他有接上去的纳什顺，又是又是一个重对买花，重对买花，那应该也是会跟住一把，又有一个好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翻牌会来一张血腥的啊，方没有方块 J 了，哇，直接掉红心J啊，哎、<呀>哇，我们的我。 这嘴真是毒啊！这，而且哎，这一把牌哦，我刚想说啊，这如果发生勾啊，这个就很惨了。这把牌哦，我觉得我们的 John John 大会付很多钱，因为这把牌 White King 要选择埋伏他 S King， 他并没有加注哦，再加上 Deboss 也没有加注，所以他觉得这边有 K 绝对是 nuts 了。他根本就读不到对手有 K 的范围啊，而且这里因为有强买牌，所以很可能直接打光了。对手有可能是有 K 啊，那可是不会想要对手有 AK。 所以这边，哇，自杀自杀，直接打光了，四倍炮欧影自杀，没办法了，这里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没有想到他有 S King 埋伏，那 Divorce 就不买了，干脆轻松盖牌，他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有 S King， 他也这么讲，真的，我想说这首。 如果被抓到一个勾的反超，真的就反超到彻彻底底了。真的是反超是，太难读了这个。对，因为这 AK 照理说不会埋伏的啊。啊，天生剩两次被反超啊！哇，惨惨惨！真的好惨啊！这。那我觉得他这欧因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不想让对手买嘛，再加上。我就说这里对手还要买花的。我就说这张勾出来就很大了，就惨了，就出大事情了。这张勾出来，因为真的是读不到他这里一个平跟的 S King 真的是没有想到要平跟，哇哇哇！没事没事，哇，我们迪波斯中花了，哇，迪波斯中花了，夸张哎，这手牌，哦，迪波斯这脸好，他还好快打了，对，迪波斯还好他们两个快打了，如果这手牌他们慢打，再打一枪，再打一枪，他跟迪波斯也跟出一张方片，嗷。 我真的是非常惊险啊！这个牌真的太夸张了，真的太扯了。好，我们这边 John John 大有一个底对带卡顺，可是我们的 Viking Young 有一个底对带买花，还有一张 Overcard， 算是蛮不错的牌。啊，这里 John John 大。 经历了上一手牌的一个大的波动之后，啊，继续在这手牌40万底池下注16万，用一个顶对，顶对买上卡顺。我看一下这里的重对买花也是不错的一手牌啊，有可能继续跟的，真如果打不大。
会继续的跟住。哇，中了！我呀，又是一次反超。这次他也会打一个50万吧，抓对手有10之类的。我发现，目前这个阶段，我们 Joanna 的牌是啊，埋伏。真的是被对手。真的是被对手克制的蛮惨的。不过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真的，我非常看好我们的Joanna这场。目前我们的 Viking Young 依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筹码优势。超出我们的第二名是有一倍多。他现在是有，正好是有1110万的筹码。哦 ，divorce K go off。好，我们七七对上 K 勾。就七七在翻牌。看到一个 AAB 的面还算比较好。哦，那看到三张圈，那七七是更加开心了，因为这样对他非常好的牌。因为在三人桌的一个单挑底池啊，手对碰到手对的概率反而不是那么大。对手现在有很多的两高张啊，或者是就两张没有成的牌。啊，除了三张圈之外，牌面上那张六还是比他的七七要小，所以他这个七七应该是非常定心的，可以再靠一枪。哦，这边七七依我们 Viking Young 这么黏的打法，他一定会再跟的，而且他又有个位置的优势啊，他可以跟着再看那个对手的 River 要怎么样处理。他这里输的太少了。只输一张梅花圈的组合以及一些手对，真的就只输一张梅花圈的一些组合和一些手对，他这里势必要靠的，因为牌面上呢，除了三张圈之外，那张六是比七小的。哎呀，哇 ，River 被中了！哎呀呀，这有点惨。这个 River 这个河牌出现的一张国王啊。真的是还蛮惨的，真的打牌打翻后太容易被反超了。那这边被打的45万是跟不动了，这里45万就要猜对手范围里面一些圈叉和 K 叉。很难受啊，合牌张 K 很难受啊。对手范围里面的确有是有一些炸呼组合，然后在合牌买到了这样 K， 被 River 中了，哇，这把让他打了100万回去。哎，我们的 Viking Young 也是一手牌，这个合牌的反超太难受了。
最后牌枪口位选择跟注七七，在官煞位 A 圈也选择做了一个跟注。那 divorce 会不会做隔离呢？还是做一个平跟吧？这里是一个 A 七，他庄位会不会选择过牌啊？哦，直接 all in， 那我们 S 圈要选择 call 了，这里是蹲到了应该。A 圈应该是要去，这是 A 圈必须 call 了，这必须要必须，这已经蹲到了，这个这种三人底池的话应该是要上。AK 当然不用想啊，那 A 圈就是先 all in 的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。你看这种牌，如果这种牌是在那种。长盘里面一秒我就不知道跟到哪里去了，这里有500万啊，那么就50个钱注，那 A 圈还是要 call 的，跟了，被逮到了啊，被逮到了，可是就算被逮到还是有个三成的胜率啊，有 13% 会平分啊，总体是一个73开。看一下这手牌，1000多万的筹码，哇，那这把进去的话就是1500万对400万的 hands up。这手牌如果我们的 divorce 赢下了，又是一个来回，跟 YK 一样是进行了一个筹码互换。但是如果他输掉了，我们 YK 一样将会拿到1570万的一个筹码，哦，1507万的一个筹码领先。我看一下这个翻牌，可以知道我们。总共才哦，我1900万，开出叠牌虽然没有很好，可是开出了一张 Ace， 好看，大家都过来看了。现在如果发 K 是会分钱的，发六也会分钱。A 六六，哦，一张八，哇、哦，对手一个买同花的机会啊！现在反而他还有36%会赢。还有21%会平分，看一下合牌，哦，顶住了，顶住了，分钱，但是没有被反超就还不错了。哎，又分钱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可惜呀、啊。我庄呢也在想，哎呀，这手牌又可以躺了，又可以躺捡了。我King Young有一个很不错的起始手牌，甚至可以直接 all in。好，应该选择一个加注，加注到可能70万之类的。做了一个80万加注。80万加注。八个钱注啊，能拿下底池最好。哦 ，Divorce 这里有牌了。这边可能三家都会跟哦。这边这个蛮有意思的，可能三家都会跟。哇，直接 all in 了、哦，那很难跟了。哎，九十是可以跟，但是90是可以跟，可是没这么好跟。对，没这么好跟。哦，跟了，哦、直接跟啊，90秒跟，秒跟，就是要跟你拼了。因为刚刚看到对手推个 A 七嘛，那90就觉得哇，这个可以跟。好，90是45-55的一个胜率啊。好，我们的 YK 啊，非常的有魄力啊，90同色真的是秒跟啊。90同色，他也知道这手牌面对对手一个 all in 的范围。真的是不落后，就是要拿一个筹码优势跟你拼了。对，这把你干掉，就直接就是奠定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巨大优势。哇，非常非常霸气的一个跟注啊！这场比赛，我觉得这个气势好像就先赢了。这个气势就已经真的是赢在头上了。直接怎么6、7、8这样子？哦，一张十。哦，中一张十，可是对手还有任何的 picture card 可以帮助。好，不要出现，就可以顶住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转牌，哦，转牌一张勾，啊，就被击中了顺子，现在只剩下 A 跟10了，4-20能抄回来。哎呀，全都开出来，这时候跑马没有跑赢啊，筹码互换了，做了一个很棒的跟注，但是没有跑赢，很尴尬。
好，这边我们的两边都选择平跟。哦，这是一个天生顺。哇哦，天生顺，但我们 Viking Young 并没有太强的牌。我还是可以支付一条街。过牌之后 ，Divos 应该是会做一个比较大40万吧，30万，30万动作。他做了一个30万下注，那么这里八有可能会选择抵挡一枪啊。这可开没有红心啊？哦，还是对我们的 Viking Young 比较黏 ，Viking Young 有一个对子基本上不丢的。因为的确我们 Divos 他的下注频率也是比较高。哦，有一个加强了、哦、加强的空间。加强到两头听顺，那这个转牌可能更不会丢了。哦 ，Divos 这里有可能还要再打一枪。好，也选择 check 做个埋伏，看一下合牌。一张 K， 那这边 Viking Young 有可能会转成一个 bluff 啊，因为他这个八赔，可是对手没有在攻击这个转牌的同时，他自己又有一张 J 的一些 blocker 哦，他放弃偷鸡了。其实这边其实蛮适合做一个偷鸡的、啊，如果是我这边可能就送，我就送个80万出去了。80万也还好，在这个面上的确是可以去偷的。对啊。好，我们的 Divos 这边还选择一个价值下注，110万底池，可能要下打六七十万吧，75，可能打的还大一点，72.5万，对，70万出头，这八应该抓不下来，除非他很有种 check raise all in， 啊 check raise all in 厉害了，这个是太威力，这太难了，威力太强了，这太难了。那我们的庄庄的应该也要过牌，还是想要来偷一发？好，选择过牌。A8对上我们的勾七，哇，又是一个天生顺啊！我发现真的牌路是有克制的。Divos 是克一点 Viking Young， 他的 Viking Young 是一直克制着我们卓旺达，跟上一手牌有惊人的相似，真是然后对上一个勾踢脚的对子，勾踢脚的第二大对子，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剧情啊！他面对一个下注选择了跟注，哦，一个两队哦。面对一个两队啊，我直接打了哦。那我们 Viking Young 这边要防一手80，但是很少的80。对啊，他自己都 A8 了，66.5万。那底池来到160万，其实直接 All In 也不会太多了。对手是一个两队。这手牌他天生顺又撞到了我们，又抓到我们主要的两队啊，看一看我们的合牌会不会有转机哦。这里他有可能还是会选择做一个过牌跟注，当然加注也，哦直接 all in， 那跟不动了，直接 all in 也跟不动了，对手只要不是秒call，对，没有秒call就赢了，第二大坚果嘛，对，没有秒call就已经赢定了。
那我们的直方大是勾七抓不动了，真的抓不动了。这我牌，主要呢能不能做一个精彩的弃牌？哦，他的眼神，他眼神不太妙啊。面对一个431万5千的一个 all in， 啊，果然是跟不动。好，目前我们的钱注来到125000，25万。主王炸目前有400万的零，400万的筹码。拿到一手勾十杂色。他这里 有概率会直接选择 all in 哦。那如果这里选择 all in 的话，他勾勾应该也是会选择跟注的。啊，看到对手秒跟就很知道很惨了，而且他看到对手是勾勾啊，那他十勾真的是被压制的非常惨，只有四分之一的赢率，以及9%的平局。You're trying to beat me with my hand. Jackson's lucky hand today, man. Cannot lose. Like 99%. I don't know about 99, but you're in pretty good shape. 这手牌如果我们的指望大输掉了的话，场上就会迎来一个单挑。但如果我们的指望大赢了的话，这手牌我们的 One King Young 就会变成彻底的短码。今天的赛场上，勾勾已经赢了太多次。哇哦！两头顺子买牌，八张出牌啊，一半的赢率啊。接近一半的赢率，看一看，转牌出现一张 K， 直接击中了两头顺子。我们的 Viking 已经没有办法去赢了，只有期待11%的平局。看一看，哦，合牌一张9，我们的 Viking 损失了一个832万5千的底池，并且是用一手压制对手的牌。啊，我们的勾勾在今天的赛场上幸运了非常多的次数，但是这次输给了勾十。最后牌，我们的张之旺打是击中了一个顶对。直接 all in， 哇，我还可以用一个9勾直接 all in，
啊，只要跟注100多万，那我们的指望呢选择跟注了一个73开。他有5张的出牌，10的卡顺和勾的击中。目前他以中队落后于张局旺大的顶队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转牌是1张7。合牌。合牌是1张10。啊，成功的进行到了反超。虽然我们的中央大师击中了2对，但是我们的 Viking Young 成功的用一个合牌的顺子击中，得到了再一次的 double up， 重新回到了400万的筹码，390多万，接近400万的筹码。Okay, we are even now again. One. 我们的 Viking Young 在枪口位直接用一个 K 圈同色做了一次 oiling。 哇哦，撞到了 Joanna 的 KK。 Oh no. OK 50-50 啊， K 圈遇到了完完全全压制自己的 KK 啊。 Just felt like 10 jack like just now。如果我们的转牌，如果我们的翻牌出现了十勾这样子的两头买顺的话，那么我们的 Viking 还是有非常大的机会。但是如果转牌 和翻牌没有出现两头买顺，那么他的圈 K 是很难去赢了，靠击中是非常的难，非常的难。哦，88圈。88圈，1张勾，那么目前是只有2张圈的出牌。和牌来到1张黑桃6，我们的 Viking Young 被淘汰出局。啊，非常的遗憾，他一度是我们场上的 chip leader， 但是连续的几手翻钱的失利。真的是运势不佳，他和 Devos 打光的那一手是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转折点。好，也恭喜他获得了本场比赛的季军第三名，奖金也拥有215万的港币。我们的 Devos 是17杂色， Joanda 是 A8 杂色。Joanda 在翻前做了一个跟注，那么 Devos 过牌，两个人开始了这次冠亚军争夺的一个缠打。啊，在目前125,000-25,000的盲注级别下，他们势必会进行一场漫长的真主。指望大选择在前置位领先下注275,000。对手进行一个跟注。转牌来到1张 K。两次过牌之后，合牌来到1张 Jack。那么主王打依然是一对 A， 保持领先。过牌之后啊，开牌，我们主王打1对 A， 赢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场手台的一个争夺。好，这手牌应该会打光了。
Joanna 拿到了一手 S string S queen， 啊，一手 A 圈，那跟注之后 ，Joanna 应该会在番前做一个加注。一个95万的加注，那么这里我们的 Devos 应该还是会选择做一个3bet all in。跟注之后的再加注全下，可以看到目前两位玩家都是一个2%的赢率，有98%的赢率会选择分池。就98%的赢率，总体权益。Heads up. I call. Call. I base queen. Me too. Oh. 那么这里基本上是一个 chop 底池。Chop it up or gamble. 2%的绝对赢率。98%的权益，看一下，哎呀，翻牌来到两张黑桃。如果转牌出现黑桃的话，我们的庄家就被 free roll 的一个风险。目前是96%对100%。啊，那么这是一次 chop。哦，这里我们的Joanna是有点惨了，跟注之后遭遇到一个 AA 的加注，那这时候圈勾同色，一定是会选择做一个抵抗的，就是不知道他会如何选择啊，他还是选择稳妥的进行一个跟注，打翻后，我们的 Devos 啊，可以看到他的手牌是方片 A 梅花 A， 再一次确认，哇，哇。这样子一个惊人的翻牌，对手有一张方片 A， 然后我们的 Joanna 是已经天花在手，并且是一个两头同花顺抽牌，虽然他的上头同花顺已经被对手拿在手里，但一旦我们的转牌再一次出现一张梅花九啊，一张方片九，这个牌就好看了。这里我们 Devos 啊已经是超对在手，并且有一个 Nuts 抽趴 Nuts 抽花的一个听牌，非常强的牌力。他选择在150万的底池中下注50万，啊 ，Joanna 选择轻松的过牌，轻松的跟注，转牌的一张 K， Joanna 依然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牌力。根本是不可能有输牌在这个面上。两个人的单挑底池，这手牌啊，一旦给我们的 Devos 得到一个牌力的增强，可能就会打光，继续选择过牌。我们 Devos 很有可能在这里继续选择开枪。他知道对手范围里的一些 K 毕竟是少数，他根本不可能是料到我们 Joanna 是有这么大的一手牌，啊，他选择。过牌控池，合牌来到一张八，两公对的面。我们的 Devos 在转牌没有打，那么 Joanna 的眼里他是没有 K 的，那他是想要给对手一个偷鸡的空间。他知道这里对手的范围是比较弱的，但是对手这里其实有一手非常好的摊牌价值的底牌。
AA。如果我们的 Devos 在这里选择过牌的话，他就少损失了好多啊。哦，他继续选择击打，看一看他会出手多少。250万的底池，打得非常重，150万。在250万的底池中下手150万。那么这手牌，我们的Jawanda可能会直接选择 all in。当然也不排除想要一点薄价值，做一个400万左右的加注。Jawanda在翻牌击中了非常非常恐怖的牌力。All in。啊，直接选择 all in。啊，那我们的 AA 是call不动了，超难call啊，这里只能抓鸡了。他不赢八，不赢 K， 甚至还输一手实时，还输花。啊，他的 AA 这里是太难抓了，输牌太多了，输牌太多太多了。面对对手的一个过牌加注全下，他的 AA 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抓鸡牌力。如果这手牌一旦选择冲动的抓鸡，那么他将输掉这场比赛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底池，而也正是因为底池非常非常大，所以他知道Jawanda这里极有可能会做一个非常疯狂的炸胡全下。他必须去考虑清楚。他必须考虑清楚我们Jawanda这里有什么牌。如果Jawanda知道对手只是拿一对 A 在考虑的话，他也会非常紧张。他现在是希望对手拿一些葫芦来抓。AA 是真的非常难抓的，这里任何的 K 叉，任何的八，应该要盖牌了。主要呢，看到对手非常的困难，他心里一定在想：快跟住吧，跟住我就能赢下这场比赛。已经思考了2分07秒，对手的所有筹码都已经进入了公共池。他又用了一块积分牌，又用了一块计时牌，奖杯就近在眼前。他知道如果他做了一个勇猛的跟注，如果能拿下对手的话，抓到这个鸡，基本上他就能赢下这场比赛，因为两家的筹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选择跟注，那这场比赛游戏结束。我们的Jawanda用一手天花干掉了我们 Devos 的超对 AA。 一回来就看到这个Jawanda的逆袭啊，从一个12个前注不到的一个状况打回到现在的冠军啊，虽然有点遗憾，但也同样恭喜我们的 Daniel Devos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亚军。好，我们来恭喜我们本场25万港币买入短牌赛事的冠军Jawanda。哎，他个人也是啊，他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位牌手，永远挂着如沐春风的笑容啊。恭喜我们的Jawanda，再一次恭喜。